啊，过来了，美女。啊，你咋又来了？我都想说，还是我，你再给我看看亲戚。再给你看看亲戚。啊，你看这怎么着？咦，这给咱弄的耳环给戒指啊？这是俺婆婆的。那昨天我不是拿个俺公公那个扳指戒指吗？是的，是的，我知道那戒指，那真的，那戒指。我说，你说是真的？我不是想，我一直想要个镯子，俺那不是流行，婆婆给秀买镯子吗？今年。啊。一直想要个镯子，他给我那可能你给我称的那也不够啊，换镯子换不住，去问了。那这我回去我谁连的？我回去我又给俺婆子闹，我又给他要。哦，你的意思这是那婆子的？哎，我见俺婆子的镯子要过来了。咦，你不能为了要一个镯子，叫那公公的戒指要走也都算了，这你叫那婆子的耳环给戒指要走。但是那换不住镯子，我上商场去问了。咦，但是我一毛我也不想添。嗯，换不住，不够。那你不能，你也不能光叫那婆子，你叫那婆子这耳环给戒指劝来了，他戴。他不戴，换个镯子叫我戴。咦，换个镯子叫你戴，叫你孝敬老奶奶，这可好。倒过来，东西都让你戴完了。看看真假，你别说其他的，看真假，你自己没金子，你不会掏钱买点？你非得要那婆婆要那公公的呢？这九个多，这还不加，这再加，昨天都差不多了，三十来个了，我换个桌子。那你关键你不能光要那公公跟那婆子了呀，咱估计你跟那家的不生气啊，咋的？不生气，俺那边都姓那的，都是婆子给秀买。咦，好了不学，你光学来了嘞，没说你。我要添，我得多少钱添？买点东西。嗯，我不想买。添多少钱？那你我不想添，我一毛钱我都不想出。你我都得回去给他介绍要金子。你看他许我都是个镯子，他给我点零零碎碎的东西，叫我自己添。哪能好事？我不添，我还得给他要。我再去问，你看这换出个镯子换不出，加那个扳子，换出都不给他要了，换不出我还得给他接着要。哪有自己买东西要那婆子给那公公的东西呀？你这净乱了，你叫你孝敬那公公婆婆嘞，哪有你这样的儿媳妇啊？你这净胡闹。那我嫁到家，他给我买镯子，那不该吗？看你这说的，他没钱给我买，他给我点金子。换一个，没钱给他买，你也不能硬要啊，咋的？哪有咋的要？那我都得要，你也带了，我也带。你是的，是的。跟你这话说，你不想着咱孝敬的公公婆婆，天天跟那公公婆婆要东西，哪有咋的？那我都得给他要，我得带镯子。